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，《圣经》约翰一书四章七十六到二十一节。所听的兄弟啊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耳那听的是对上帝生，搁捌上帝；无听的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差伊独生的子入世间，予咱对伊来活。上帝的疼对这个显明伫咱，咱毋是咱捌疼伊疼上帝，是伊捌疼咱，找伊的子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。疼是疼，就是伫这个所疼的兄弟啊，上帝若疼咱到安尼，就咱也着三疼。将来会有人看见上帝，咱若三疼。就上帝疼伫咱，也伊的疼完全伫咱。伊已经用伊的心赏赐咱，咱对安尼知，咱疼伫伊，也伊疼伫咱。父找伊的子做世间的救主，我毋捌看见，也做感谢。既然认捌认耶稣做上帝的子的，就上帝疼伫伊，伊也疼伫上帝。上帝所疼咱的，咱也着，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疼，个人惦伫疼，就是惦伫上帝。上帝也惦伫伊，对安尼疼真多，完全伫咱，予咱伫心怀日过好当，因为伊啥物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伫厅的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焦装的疼，赶出惊吓，因为惊吓就有惊法。既然惊吓的，伫厅袂有焦装，咱有疼，因为伊来先疼咱。若有人讲我疼上帝，也怨恨伊的兄弟，就是白贼的，因为无疼所有看见，无疼所有看见的兄弟的。就袂疼所袂看见的上帝，疼上帝的也着疼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愿上帝赐福给咱听伊话的人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经句的念经句的人群吼，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，咱来念。上帝赐伊独生子入世间，予咱对伊来活。上帝疼对这个天命来，咱嘛用华语来读一遍。上帝才把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这个时阵，咱要请圣华队来娱乐，带咱。